博士，博士你好，出乎其談，冇拍，係冇拍好耐啊！你又出咗門，跟住翻得嚟，唉，求其急下啦。嚇！今日有咩奇談啊？整啲現代版嘅啦。嚇！美國總統衰鹹濕，好似個個都鹹濕嘅喎。但佢一個鹹濕咧，就奇談嚟嘅，無端端罰到咁重，係$500,000。你戥佢戥佢貴啊？第一應該冇判錯，佢話嗰個性侵犯嘅，係因為你大家知道特朗普嗰幾格噶啦，即係不計好醜，最緊係就手。其實如果計數咧，佢咁多靚女，咁多後生，咁多名媛，邊度搞？邊度搞呢個咁嘅老嘢啊？嗰陣時嗰個90年代佢都唔後生啦，個老人而家50幾歲啦，係其貌不揚，強姦佢咪冇判唔到，應該判唔到強姦，所以判佢性侵犯成立，但係罰得重，因為如果你罰得重咧，就係一個奇談嚟喎。咁如果你往例一開，你咁多議員咁多政客都幾論盡，嗯。他就靠多一個證人的料證明他是入過那間更衣室，裡面的東西就是沒得證實的，是的，那就很挑大了，那因為美國現在很古怪的，我們叫美國那些民主政治瘋人院，現在院有多少院曬龍的，現在美國真的，現在又說那些那些咩負債，如果你唔俾上限咧，啲財政又過唔到啊，咁又要停擺啊，啲銀行又間間出事啊，好離奇嘅而家美國。咁但有一樣好處啦，咁而家我哋譬如今日講執胡奇談，咁啊開明居馬話美國總統衰鹹濕，咁咪香港係咪有言論自由先？幾自由？係咁喺度鬧美國政府總統都得啦。嚇！你話冇言論自由啊？可以㗎，可以㗎。咁但係你如果你話中國皇帝出行得唔得？中國有皇帝咩？有一個而家當現代皇帝嘛，得唔得？咁你要有，所以你咪而家我哋咧呢個節目咧就咩咧，就會反駁啲人話香港係有言論自由嘅，大聲咁啊踩美國總統特朗普冇事。咁特朗普可唔可以再上訴咧？聽講佢話亞飄噶，但亞飄嘅槍佢都會輸嘅，但係屬於係你話幾皮嘢美金 OK 嘅，我個人第三者佢一定係衰鹹濕，但呢個鹹濕咧代價真係大，咁啊即係警告啲男人咧就真係。識字頭上一把刀，你同埋你廿幾年後咁樣發作啊嘛，係冇咩理由。所以你證明嗰個美國嗰個民主啊咩社會，佢有個缺陷，佢可以俾人利用噶嘛。跟你賠償喎，佢咪罰錢喎，係賠償俾呢個女方嘅。呢個卡羅爾，佢話做作家，以前佢喺度做售貨員。咁啊無端端啲人話佢好好笑，梗係好笑啦！大佬無端執$500,000仲冇事。我覺得啱唔啱？都好古怪嘅，咁啊警告啲男士咧，真係小心。但永遠都有呢啲嘢嘅喎，無論係政客、運動員、出名運動員、名人，都係俾人告呢啲性侵啊嗰啲嘢。佢當時點解唔告？啊，呢個問題啦，你真係火紅火綠，你當時即刻要反應係告噶嘛，告案噶嘛。為什麼搞到現在好，所以變成 你就算是一個說什麼世界民主國家什麼法治精神，現在你就有這麼多漏洞百出咯，為什麼當時他不報案呢？如果你倒回轉頭，你代特朗普的角度就是又貴啦 又什麼，但是女方的角度就會覺得好，但還有一個問題嘛，如果他有錢就一賠，因為他沒有錢誰賠，冇錢咁點啊？實有$500,000賠俾你。啱啱。咁但係女方好似得到保障喎，女士嗰邊。
話有兩樣嘢嘅，我哋唔知道當日係咪個女人同意留人玩。嗯。到而家咧，啊特朗普話有世界啦。嗯。啊，跟住咧，美國啲律師棍咧就點你有 case 玩嘢，因為美國律師好腐敗噶嘛，計過曬數有著數分錢。分錢。係啊，包攬數重噶嘛嗰邊。係啊。即係呢個 project 有利先至去做。係啦。如果佢自己俾錢打官司，佢一定一定唔做，係啊，啱唔啱先？同埋嗰個人冇得賠，更加唔會打。係啊，所以蝕埋肉先。係啊，你咪實贏喎。所以學你話齋，可能都係有警先可以。係啦。先可以起訴佢。係啦，所以呢個世界咧，就真係警隊男人咧，冇亂搞。咁啊，呼籲下啦，我哋德國嗰個花園咧。德州美國德州花園咧，就我十月到咧就會落去。嗯。咁啊，如果喺美國嗰啲朋友、學生、同學有興趣嘅，想栽我嘅就俾電話方太咯，9839106606登記咯。或者有啲外國啲學生啊，有時間落去玩下，又學下嘢。嗯。因為我都有一啲。對嗰啲土地嘅點樣睇啊、方向啊、祝福啊，都一個學問。嗯。有啲失傳。嗯。專業個地場咁樣。嗯嗯。有人有時間將學嘅問題。嗯嗯。好，係咁先。好，拜拜。